好，大家好，我是洋洋，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是路虎的最新更新，它新周年庆的新体系角确定是一个尼兹了。我们还一直以为可能会是黑阿修，结果期待落空啊，没办法，出都出了，我们就不要去回顾了。好，最主要的话，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话就是新体系的内容。好，我在片头的情况下会有。先展示伊格的大小招，是还算蛮帅气的。好，我们再来的话，就看完时我们再来讲解我对伊格临时的政治角色的看法。好，我们这个是我们画面的话是台服的，因为我毕竟我没有测试服的账号，所以的话我就算我有路服的账号，但是我后面也是要等他到时在测试服结束时才会有，所以的话更新当然会比较慢，所以的话我还是以。拿别人的图来看比较快，跟我的影片也是从网上先截人家的，我没有全整段截下来，我只是截比较重点的大小招技能的展示给你们看一下就好了。好，那我们就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切入主题。伊格尼兹02 UM， 它的话也是技卡，它技卡的部分。然后这个图我好像用另一张。这个先给大家看，他的话是15，他图片他们都解的没有很清楚，算是蛮奇怪的。我们现在看他的定位，历代首领，好，然后定位是神话之力，然后偏执创世，然后我们这边也可以稍微再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话会看得出来，之后的话还会出哪些的新卡。我们第一个的话，英朝科技的话本身一格，所以就不用看，马克的话14本来就有了，然后再来就是来泰安琪尔会出。新的安琪儿会出14，所以我们就目前这样看。富豪的部分的话，这都有了，所以的话我们就可以不必再去看。我们再看下一张，下一个的话是这个是宿敌，宿敌的话超 K 跟冰库也都有了，所以的话以伊格的宿命来说，会再出的一张新的卡片的话是安琪儿的部分，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好，再来的话，我们他的魂的话，我们的图片的话会没有，我们先给大家，但是那个图片会有点比较不清楚。这个图就是人家整理出来的啊，这个的话可能我们自己用图片去看的话可能会比较清楚，用画面看的话，因为我为了要解的跟图跟画面一样大，所以的话会变形的蛮严重的。他的这边我最主要是看他的战魂跟他的队伍，他队伍的话是跟暴风一样的配对，所以的话等于。台服来说，美食好取得，这是一个点。它美食会很好取得，因为现在美食全开放，目前只有粮的部分没有最新开放，所以的话，目前的话，它一个定位在这边的话，美食的话算是还 OK， 所以就不太需要大家现在要先囤食物的话，也可以先囤点，到时候跟一个用也都可以。它的战魂狂蛇之魂。然后所有玩法的话是它等于是开场大，然后并每回回复大量生命，所以它最主要是熊的部分，熊的技能的部分。好，我们再来就看带它技能的部分，这最主要我们这一个图最主要是要看它的战魂跟它的那个名人堂的部分。好，我们再来就是看它的，先看祭祀的部分，我们从这边开始看，登场时提升 40% 的攻防。绝还有绝技伤害跟小技能抗性跟绝技抗性，这个的话就，因为它毕竟新体系嘛，我们大概就先看一下。它这是先提升自身，登场时或每当敌人回合开始时，根据情况获得最多一回合的增益。若生前没有格斗家，提升自身 10% 的必伤抗性。自身受到的单次伤害不会超过生命上限的 40% 至 60%， 到时的话它应该有机会再降，可能会变成 35% 到 50% 也有可能，因为这是门未开的情况下，未开的话应该会拉高一点，拉开的话应该会再拉低一点点，正常来说应该是这样子。好，我们还是先以现在来看，毕竟它变成它有所写，这只角色是有所写的，所以的话 OK。 然后他生前的话，每格斗家是额外再多 10% 的伤害抗性，变成是他可以丢前排，也可以丢后排。他丢前排的，因为他只是前身嘛，等于是你前身每格斗家变成是
丢前排，你才会有额外的这个 10% 的必杀抗伤害抗性，就到时再看。存活的敌人越多时，该值越低，他获得一层败血，他就是不会被败血抵抗。说实，然后那个，所以的话就是敌人存活越多时，他的生命上限的话，可受到可能越低。所以的话，他的意思最低可能就40%了，啊，最高可能就60%。对，就是这样，暂时是这样子。啊，开门之后我们再看。然后若身后没格斗家，提升自身20%的回怒速度及攻击力。那看起来应该是丢后排比较优，因为你丢前排只有多10%的抗性而已，伤害抗性就是，除非前排真的你真的没前排没有肉盾啊，加上现在除非后排的他也是后期啊，后期的可能输出角更好，他真的后排没有他的相当的位置的情况下，才往可能才往前面前排丢，不然的话你后排还会增加20%的回怒速度，这表示他回出速度应该会有一定的能力在，还有攻击力还会提升，也会提升20%的攻击，虽然不是提升伤害率啦，因为伤害率的话跟攻击是差很多的。一个是用趴数在跳的，一个只是数值在跳，这是差很多的。好，我们这边这个就稍微看过，就是在最主要应该是回怒速度啦，所以这个差蛮多。所以的话，基本上应该是后排比较优啦。目前暂定看下来是丢后排会比较优。好，我们再来看他下一个，因为他的文字次数真的很长，因为体系嘛，毕竟也是新体系角，他毕竟又是你光黑灾的部分都已经这么长了，和。毕竟又是下一年的新体系卡，所以正常。然后登场时获得2点的神力，每层可抵挡一次致命伤害。好，哦，他2点的神力，但是他敌方每死亡一人，额外获得1点神力，累积最多可获得7点。每损耗1点神力，驱逐自身负面及石化，回复300怒气，消耗所有场上格斗家，含敌我自身除外。讲太多了，我先看一下，我一点一点来看。或者是他说每层可抵挡一次致命伤害，所以的话，他7点，他的1点代表1层的意思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只要7点满点的情况下，你可以挡7次的致命伤害啊，这个。这变成应该会站得很长一样哦，就会站得很长哦。如果我先以这样子认定来说的话，然后每消耗1点神力的话，会驱散负面状态及石化，然后回复300的怒气。所以你消耗1点还会回怒气。它表示的话，一格来说，每回合开大算是还蛮简单的，但是毕竟台府是有枯萎的状态，所以的话还不一定。它消除。场上所有格斗家含敌我自身除外，场上所有家含敌我敌方跟他的也都会清除掉的意思吗？当前生命值的10%，自身回复消耗150%的生命值，至少回复最大生命。哦，这边有点老舍，这个我变成。有点凌乱，因为他这边的话，目前我看回复300怒气，消耗所有场上格斗家和敌我，这一个他这一个应该是讲前面驱逐自身负面状态及石化，对啊，回复300怒气再顿点，啊，再来的话，消耗场上所有格斗家和敌我自身除外。然后我们先在这边就先去除嘛，消耗场上所有格斗家当前生命值的10%哦，自身回复消耗量的150%的生命值哦，就是他会吃掉自己的生命值跟对方的当前的10%，然后自身回复消耗量的生命值，这个算是也蛮奇，还会吃掉自己的跟也会吃别对方的，就等于是吃全场的。因为我被他这个括号，我刚才是被这个括号给影响到了，所以最主要是这一个，所以他这边有含敌我自身除外，所以连自己的也会吃，这算是蛮特别的。我们再来看，他第四个好像拉的有点长，我看一下第三个、第五个是这样子，回
不少量，它中间有被拉掉了，所以我这边可能会少掉很多，会少掉一段的祭祀的部分，可能我这样就没办法看了，因为它这边好像绕掉子，那个截图的呢好像少掉很多这个部分，那可能要委屈一下看大图。大图这个部分我不知道会不会看得到，因为这个图的话我怕说会看不清楚，但是我的话可能就这个图啊，我直接看着图片讲解。我可能就看着图片，他这边写的话是回复至少回复最大生命值的 38， 而后为所有我方格斗家自身除外再回复最大生命值的 7%。 哦，他的话这一个的话就是他会吸敌我的，但是他最后还是会回复我们友方的生命值，就还算是蛮奇怪的，没关系，至少还会再回复，然后吃掉自己的，然后没有回复那就蛮奇怪的。然后自身免疫压制的效果，压制的好像是他的压制好像是指大地的那一个效果吧，应该是啊，我不知道，我忘记他们，我们单一个台府是称威吓啦，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压制是不是指那一个，是指他自己的那一个能力，还是指大地的，这个我就没有去看，所以的话就不确定，就看这个压制是谁的效果。每当自己回合开始时，为我方生命比例最低回复 10% 的生命值，对，他每回合还会再为场上生命值比例最低的再回复生命值，所以的话这一个也会提高一点大地的续航力，因为大地被针对的情况下的话，生命值基本上它都会属于比较最低的情况下。然后为我方一名未满怒回格斗家回怒100的怒气，使我方全体被暴击时能可触发格挡及伤害抵抗一回合。哦，就是你他这个就是后面的话就是最低的话可以回复 10%， 然后给未满怒的格斗家回100的怒气，然后我方表被暴击时仍有机会再触发格挡跟伤害抵抗，算不错啦，这个就是新体系嘛。他登场首回合时自身免疫负面状态必定释放小技能，好，这一个的话算是正常的，就是中规中矩的新体系该有的能力。好，我看第四就从这边开始。好，登场时根据我方格斗家类型为自身提供增益，以下每种增益最多可叠三次。哦，这就跟那一个黑灾一样，看每个属性给他提的能力是什么。攻卡每名提升 12% 的格挡，防卡的话最多等于提36，你三支攻卡就是提36。防卡的话每名提升 12% 的暴击，反正最高也是36。技卡每名提供 10% 的回怒速度，那还是会技卡会比较好，因为你毕竟又提高回怒速度。以我现在场上的话，他不知道有没有喊他自己啦，因为他说我方格斗家的类型的话提供正义最多正义可叠三次，啊，技卡的话不知道有，我忘记有没有喊上自己啊，因为我记得台服我也忘记这个，应该正常应该有些人会知道啊，因为我这个没特地去看，是特地去算，所以我不知道是有没有算他自己。如果有算自己的话，反正就是 30% 的回怒速度，加上本身他又有增加，他放后排又增加 20% 的回怒速度，哦，他这放技卡的话，他回怒速度是真的还蛮快的。然后登场时再额外获得100的怒气。好，这一个的话就还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这个是这是绝技的，第五个，看点错了。然后队长技，在最重要的是队长技了。我们再来看队长技，队长技的话，提升自身的伤害率及免伤率。然后这是他，因为他本身就是点一点就是提升这边的部分，所以都要照实正常就看他提升多少。然后为我方其他角色获得 40% 的效果。所以的话基本上就是你这趴数，然后你就去乘以 40%，
反正你就是你所以额外再获得的角色的免伤率跟伤害率。然后登场的话存在于至少三名格斗家，就是跟黑灾一样，增加我方全体格斗家 35% 的小技能抗性跟绝技抗性和 15% 的免伤率三回合。他的话能力跟黑灾比起来等于有额外这一个部分的话，目前毕竟未开门，他黑灾的部分是 40% 小技能跟必杀抗性，免伤率我忘记提多少，因为这个可能大家再自己比对一下啊。主要的话他一定能力会再比一格黑灾再好一些，主要是又多了上面这些，因为黑灾的部分只有拿下面的，就全部有下面，他没有额外的上面这个部分。我稍微看一下，因为目前的话是这样子。对啊，队长挂对，哦，一样有提升自身的伤害率及免伤率，我方场上获得 40% 的效果。哦，这个一样有，跟黑灾的是一样，这就是我口误了。基本上的话，队长技的部分，那等同于都算是一样啊，等同于就没什么变化了。他队长技的部分等于就没变化，所以的话，这个就还好，就变成开门之后这个能力提升到底是在怎样？因为这样子的话，目前他的队长技的部分的话是没有做任何的变化，也是提升，因为他自身也是提升伤害率跟免伤率，所以体系内容的部分的话是没有做任何的变化的，变化性没有。这是角色单藤，这是出这张卡啊。队长技的部分毕竟目前看起来，我看是没有做了任何的变化了，所以的话我们就不太需要去再去看多解释，因为开门之后我看提升能力的话，目前看起来是黑灾会好，是好很好一些啦。好，我们再来看绝技的部分。绝技的部分，攻击单体，可压制，但未被压制的格斗家优先哦。他的能力啦，那等于压制的话是指他的能力。刚才祭祀的压制是指那个一格自己本身，所以的话就不是我说的大敌。OK， 然后提升自身 30% 的伤害率、免伤率及 10% 的伤害强度，把放了大招再额外再提升这些，然后吸取目标 35% 的绝技抗性，无视负面免疫。好，对方的话就直接他自无视负面免疫。好，吸取目标生命值最大的 21%， 非追击时驱散我方一名格斗家被控制者优先。哦，开大时会再驱逐格斗家的那个被控位。反而被控制值优先，它不是随机控制，就是可能只是驱散负面状态而已，它不会驱逐控制的部分，它会先以被控制格斗家为优先，负面状态及石化，压制的目标缩小体型，然后就跟14只的那只一格一样，会变小、啊，降低 30% 的伤害率及免伤率，无视负面免疫，不可驱散。哦，这个不能驱散，因为之前的话，一个是的14只那一只的话是可以驱散的。就是可能就是那个暴风那个大招下去就解掉了，它这个变成不可驱散，然后降低 30% 的伤害跟免伤啊，这个应该大同小异，因为我记得一格也是主要降低免伤跟伤害率，还是只降伤害率，这个我就不确定，这个我知道有加伤害率啦，免伤有没有降我就不确定，因为有点忘，因为毕竟有点久远了。好，这一个的最主要的话是，他放大招的话是可以以先被控制者为优先为驱逐负面状态，算不错。好，我们再往下看第七。好，这一个的话每回这边不可驱散，无视负面不可驱散，处于体型扩大状态的目标无效。好，他就是你可能就是跟扩大状态指的话就是。像天神下凡那一种的感，那个意思一样嘛，因为扩大嘛，说不定一格放下去会不会扩大？因为我刚才看大小招的话，好像没有扩大，所以我们再到时再看吧。本回合友方释放绝技时，自身会消耗所有怒气，以绝技追击。哦，我方
角色有在当回合有在放大的话，他会再消耗所有的东西，再以绝技追击一次，每回合限一次哦。所以他等于有机会，你当回合开大，你换对方就是当回合开放，你开大之后有机会就是单回合两次大招的意思。每回合限一次，释放绝技时获得一点创世之力，最多可持有七点。释放绝技前，若创世力达七点时，则进入创世状态一回合，消耗所有的创世之力，期间无法获得创世之力。绝技对所有处于体型缩小。哦，反正他会，反正他达七点时会直接全部释放掉一回合，然后释放掉所有当回合的时候无法再获得创世之力的意思，就是你一开始他就是全部他得到了七成，他当回合会直接把它消耗完，消耗完那一回合时他不会再获得。然后那个对体型缩小的格斗家而造成绝技伤害总伤害 35% 的追加伤害，该伤害不回怒，自身伤害的绝技追击可额外再触发一次。那等于他把创世，他的这个意思的话，应该是你把创世之力七点再把它消耗的情况下的话，你单回合有机会，假如以大招你本身放下去再加追击啊，你这个如果又刚好又跌到七成之后全部消耗完，所以有机会可以单回合开到三次大招的意思，应该是目前以字面来说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子，算是也还不错，但是也间接的推动追击这个能力。因为追击的话目前是只有两勇，所以的话他们可能以后有些出卡的方向会以追击这个部分为做那个角色的定位，也有可能就是以后会不会又有出类似情形的角色也不一定，它毕竟这是一个新形态的部分。好，我们再来看小技能的部分。小技能部分的话它就比较少，可能就是他故意要把有专武跟没专武做一个区隔，但是我觉得因为你像暴风的话好像也是一个而已，但是他有专武时又多了整整一页，但是差很多，就是他有专武时能力整个又有大大的提升，所以的话可能到时有没有专武的那个这小技能，小技能说错了，小技能部分我刚才讲错了，口误。但技能的部分的话，就看他有专武的部分之后，再看会不会再有任何的提升。所以的话，到时再看，因为他能力、他的装技能的部分已经算是还蛮 OP 的了。我们到时再看。啊，技能的部分的话，攻击单体，然后被攻击时有 50% 的概率使受到的直接伤害降低 40%。攻击单体，然后被攻击时有 50% 的概率受到，他攻击单体时还会被哦，就是指反击的部分吧，应该是指这个，不然的话你已经该攻击时为什么你还会再被攻击，所以应该是指被反击的部分。吸取目标 20% 的最大生命值，再吸取目标 50% 的抗爆，就是吸取 20% 伤害又吸取抗爆，然后无视负面免疫，吸取目标200怒气，持续吸取并储存自身获得的所有怒气，最多存到500点，直到下次我方行动时再释放所储存怒气。哦，那我大概懂意思。那影片的话，为什么他那个吸收目标的怒气时，或是打他怒气时，为什么他没有直接回到他身上，然后下我方行动时再释放所有怒气的意思，但他怒气才会一次，又为什么突然又会放那个怒气的意思？我大概懂了，原来是小技能的关系。难怪想说怎么他怒气都那一个打了会没有增加，反而都没有变化，反而还减少。反正他就是变成他额外他会把怒气或储存起来，然后到时到反正最多存500点啦，然后到我方那个行动时再全部加进来，所以导致他这样子算会保存怒气，然后到下回合我方时就变成。可是这会有个问题在，到底是你扣怒的速度比较快，还是你释放所有储存的怒气速度比较快？就跟追击跟反击的
那一个的速度到底是追击要先还是反击要先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的话，这个的话，到时他跟枯萎战魂比起来，要那个做比较的话，这个的话到底是转场的情况下，你先扣怒再放怒，还是先放怒再扣怒？你想先放怒再扣怒，差很多，你这储存就没有意义了、哦。好，那角色的话，目前他的大四个技能的话，就是一二四技的话，就不目前的话就介绍到这边，因为到时再看开门之后有什么做变化啊。小技的部分有啦，还是因为毕竟祭祀嘛，祭祀开门之后就是看会不会再额外储存率再变高，然后再吸取的这个再看有什么几率，再做什么提升啊。祭祀的部分的话，最主要的话再看会不会提升比较多，因为目前祭祀的变成不。毕竟跟黑灾没什么做变化的部分。好，那我们这一次的影片我们就去到这边啊。我在片头时我会到时会穿插他的大小招技能的影片，你们再去做看看啊。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影片底下做留言，我们再一起讨论。好，我们就到介绍到这边，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